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我最近跟大肠杠上了，我很喜欢吃大肠。我隔两三天不吃，我觉得很难受哎。来来来，又来大肠，刚煎好的。这大肠它就是白的啊，它发酵的很慢哎。吃了不吃算了，香味少一大半。夹着辣椒的大肠，不要害怕。好香啊，哇，真烫，脆皮大肠，我觉得没煎之前的大肠很臭哎，但煎完之后又是两码事儿。我是小火煎，大火煎煎不好吃，要小火煎。给个赞吧，给个小红心吧。太热了，要喝点水。绿豆沙。全是绿豆的味道。细的，它不拉丝。一大盘让我吃个爽。下个视频继续呀。